平安啊！这段圣经大家应该过去拢捌读过吼。我、哦、哎，足好呢啊，拢免进吼，啊，就甲洗七拜吼，啊，就倒去安尼吼。所以即马有诶教会嘛是咧讲啊，咱为这个城市吼，啊来甲洗吼，啊来甲洗安尼哦，啊来看所在啦吼。啊无你若讲身体过，咱要甲行七拜，我看会行甲足喘诶吼。啊你讲啊，我知阮囝啦无乖，我踮伫房间外口甲洗七拜，吼、哦、七拜了就乖乖乖。阮人若外口走人，我踮伫门窗头甲洗七拜，哦，洗七拜了，阮人就安尼乖乖乖。这段经文，你想敢是这个意思？哦，唔是啦，吼、哦，唔是，吼、哦。总是当然，咱若讲一个所在，咱要甲踮伫咧洗甲祈祷、行走、祷告，当然迄是好代志，吼、哦。总是我想，迄、那个这段圣经唔是要摕来安尼用，所以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这段圣经，就是唔盲讲咱所有朋友你也了解，了解这段圣经的背景。啊，这段圣经里面有足宝贵的教示，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来对中间，咱爱来学习。好、哦，咱首先来了解一点吼、哦，就是讲，这个犹太人因来到迦南地，面对的头一座城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这个亚利哥城。好、哦，亚利哥城呢，城门关甲足硬的啦吼、哦。我想这段圣经咱拄啊第一节就讲，哦，咱来看咱拄啊读的第一节，甲咱讲。讲迄个城门吼关条条，我想这是咱圣经内底我咱最要紧的一个教示。因为现在咱基督徒爱读圣经，啊，咱家己四书五经都读袂了，佮读到一本圣经，咱家己古早册都足侪拢读袂透，佮读到圣经。原因就是讲，圣经内底所讲的，是佮咱即卖人生活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你若无了解这点，你读圣经拢无趣味。你也感觉讲啊，当然，咱家己的台湾历史都读无够啊，我读到你犹太人的历史。但是你若了解圣经，是安怎全世界人拢会读？你若有了解这点的时候，你读圣经无同款。可比讲第一节，亚利哥的城门，因为以色列人关甲条条条，哦，唔放人出，唔放人入。亲爱兄弟，你的人生有拄到这种情形无？我当下咧想要招恁囝来讲话，伊门甲你关条条，拢唔甲你讲，好事甲伊讲，伊也不会甲你讲；，甲歹，伊也不会插你。哦，啊，咱气心落命，感觉这座城内拢拍袂起来，有这个感受无？有吼、哦，这就是读圣经的意义。啊、哦，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入到迦南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咱的人生。咱过去拢有伫咱的一个埃及的所在，拢有咱人生，拢有咱的痛苦。啊，什么叫做迦南地？迦南地就是咱人生拢有咱的梦想啦，人生拢有咱所要追求的一个理想啦，拢有啦。所以你若有了解圣经的原则，你过来读圣经，你就较感觉讲，甲你拢完全有关系啊。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，足欢喜的。哦，放炮啊，喷鼓吹，讲哦，脱离啊，脱离啊！即摆要来迦南地啊！上帝安那甲讲咧？上帝讲，迄所在偌好呢？迄是老尼甲灭的所在呢？你着入去看卖咧，迄好所在啊！所以人讲，咱即个圣地耶稣，听讲原来咱原来算迦南地啊，你知无吼？讲即个吼哦，足好的一个所在，天气也袂伤热，也袂伤冷，哦，啊有海边通佚佗，哦，啊大个好大。哇！啊，人住伫遮，各拢上有水准。大家說哇，住圣地亚哥有够好，拢有够好的所在，所以大家学了。所以你若看这个伫美国读世界，达位住大咧吼，住敢若食甲老孙草拢搬来遮咧住。啊，讲这个所在足好足好的啦吼、哦。咱人拢是想要住好的所在啊。真罕咧有人讲圣地亚哥住大咧，讲啊住这住了神啊，自家拢咧出钱吼。我想讲吼，来落雪无，咱来纽约甲住看卖吼。你足少看到这款嘞，啊、哦！大部分拢纽约搬过来，哦，真少讲咱对这要搁搬到遐去，因为遐太冷了，哦。你若到这个年纪，搁住咧遐，你的骨头你冻袂掉啊，哦。咱人拢会追求搁较好嘛，吼、哦。以色列人嘛是安尼，因本身住伫埃及足艰苦，甲上帝讲啊，我无爱搁住遮啦。咱做错嘞吼，拢人下啦，哦。咱做甲要死去哦，拢偷去退去啊。上帝甲讲，安尼我带恁到迦南地，迦南地对伊无共，迦南地就是你做的吼，你赚的吼，拢上个，拢家己的啦。
坦坦的拢家己跌落地下就好啊。啊，不但安尼哦，上帝给应允，讲迦南地哦，迄是土是足好的，无论你种啥物吼，发出来拢大颗呢。所以犹太人哦，听较足欢喜的啊，大家都去啊咧。即摆去呢，就派探子入去看，一个入面娘讲哦，将迄葡萄出来吼，迄偌大块你敢看？你敢知？你有看图片咧？翕起来吼，两个人用光的啦。哦，那会真好啊！我上帝无甲咱骗，有够好的好啦。哦，阿咱来倒来入面啊。既然啊，安尼都进入面啊，但是拄到一个困难，就是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，这十二个人出来报什么？讲葡萄大欠无唔对，但是人要搁较大张。迦南住伫遐，你知影人个外？迄新冠拢两百几个啦，葡萄吼，互你看有食无啦？因为即摆即个所在是别人在住，咱若要住遮吼，爱甲因赶出去啊。上帝讲，我都甲你讲清楚啊，都是因为迦南人即个土地遮水，因乌白住，我毋才叫你去住。都是原本上帝即个福气是要给因啊，因都袂听受啊。迦南人迄文化偌差，你敢知？因在拜拜时，不是讲抬低多样，安尼唔是呢？你敢知为呢？献了神明，献啥？你敢知？献人囡啊啦，红鞋啊！你看这文化，看有恐怖无？哦，啊男男女女吼，因的信仰就是讲，你若要这个神，要跟你做伙，神明跟你保庇，哦，你到阮神明内底吼，我的庙内底啊，有足侪这个特种行业的，你就跟伊困。啊！你神明才会甲你保庇，迄咱用咱的台湾话讲叫做邪教啦，啊！所以迦南土地是好啦，哦，土地是好，唔是土地的问题，是啥物问题？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。上帝讲，就是遐人生活方式无好，我即马派恁去住。结果犹太人讲，哦，所在足好个呢，但是唔通啦。咱这里袂赢啦，所以出来了呢，开始冤家。不但冤家哦，甚至大家心情歹到一个程度，讲想要甲摩西害死，讲摩西拢厉害啦，害阮惊一撮路，惊到这样，啊来到这即摆要死咧，这拢厉害的啦。所以呢，吵吵闹闹，派十二个去，等下几个咧吵，甲你考试，几个咧吵。十个咧差，干咱两个讲，啊你哪会安尼？上帝干咱讲，就去咱就去啦，你唔通差。干咱两个，一个叫做约书亚，一个叫做加勒哦。虽然教会即卖即个团结叫做啥物团结，你都要知影即个故事，唔通讲家己有啥物名，你唔知即个名是对对来。啥物叫做加勒？加勒就是讲惊啥啦？上帝干咱答应，啊咱都爱去啊。后来，这啥物意思？我跟你讲，我记得你就知，什么叫做埃及？就是足侪只青年男女，也未结婚时阵，讲我足艰苦的，一个人足孤单的，拢无伴。哦，上帝，你就赏赐我一个某，迄一个某我要来结婚，迄叫做迦南美地，安尼听有啊未？啊，哦，我家己一个艰苦到要害，上帝啊，拜托你赏赐我一个翁一个某。哦，我若有一个翁一个某，我绝对足疼惜的。结果。真正入去到迦南地了后咧，敢有？无啦，无听少啦，吼、哦！到伫迦南地了后吼，门全关起来，啊，阿公阿婆无要讲话啊，爸母囡仔无要讲话啊，这就是咱人生的困境。所以现在你若每一摆读到迦南，读到埃及，你也知影这个背后，唔是古早的故事，是今麦的故事啦。迄就是你甲我咱今麦的故事啦。这群人，因去到迦南地看较清水，但是看到困难，就放弃啊。世间有遮好个代志哦，婚姻有好无？足好，但是爱付代价无？付出足大个代价。饲囝有好无？好，饲囝有艰苦无？艰苦甲要害，我甲你讲。所以讲，人生你莫想讲人光叫甲你光入去到迦南地，无迄种代志。你看人做头家有好无？啊，做头家、做董事长有好无？啊，好无？无你做看卖，
敢有遮好做？唔是你想的安尼啦。你要认真要追求一个梦想 ，OK？ 有困难无？有阻碍无？有啊？要安怎？你要克服嘛？你要克服嘛？所以以色列人一入到迦南去看咧，讲哦，迦南足水的，但是哦，咱怕人袂赢啦。结果吼、哦，唔去甲人战啦，唔去甲敌人小战啦，战啥物人？战家己人啦。我讲这犹太人的文化，甲咱华人那会较像啊。哦，甲台湾人嘛足像的哦。较贤战拢战家己人，那拢袂用去战别人啊，足奇怪咧。啊，你要战，你就战外口的人。阿公我是讲，敢唔当厝咧冤家是咧冤啥啦？迄恁人恁某呢，那是咧冤啥啦？你不要冤外口足侪人，通家你冤你，你不要拢外口冤你，太落当厝咧冤，家己人是咧冤啥啦？犹太人就是安尼。所以犹太人因有看到以色列人，因是有看到迦南真水哦，因是有看到哦，但是呢，无迄个勇气去接受挑战，敢那样当来乱，当来对咧乱。上帝讲摩西要甲杀死，这种态度，你想上帝敢会舒服？袂舒服啦！一个人若活伫世间，常常对上帝埋怨，讲上帝啊，你着无我像人迄种家庭，你若我生伫咧连前因兜，人我即摆我嘛是足了不起啊！啊，上帝啊，你甲我生做这样，你若我生做林志玲，我即摆绝对足好去啊！我就问，这种人上帝会舒服无？上帝袂舒服，迄叫做牵拖啦，拢咧牵拖啦。好、哦，以色列人讲，哦，迦南地足好诶，但是 but 哎，迄人足大仗诶，哦，啊，唔敢甲人争，等下争家己人。所以摩西也未生气，上帝就生气啊。上帝讲，啊，恁这哪有出脱？恁即款人，我对你迦南地，我对埃及，甲恁带出来要创啥？啊，上帝讲好。你不要这边吼，不要争吼，好，别紧，不要争，别这边，咱到外口西得。所以犹太人，你想讲对埃及行到迦南地，要行四十年哦，无啦，几个月就行到到啊嘛。那是行到门口，唔敢这边，头安尼探这边看看咧，看到裤底一包惊到，怎转转来？上帝甲讲啥？上帝讲，哦，拢无要这边哦，无甲你勉强。恁在外口慢慢仔坐倒，坐外久，伫旷野坐四十年，四十年，这就是这段圣经的故事。所以即马四十年后啊，四十年后，你知发生啥物代志？就是古早对埃及出来迄阵人啊，拢总死了了去啊。即马拢新的 generation， 囝儿孙啊，新的。现在新的领袖约书亚，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是约书亚记，不是出来记记，是约书亚。约书亚说怕，以前你们阿公阿妈你们老爸老母战了失败，其实没战了，还没战就先落跑了，还没战就软脚去了，说怕叫我们来战，带他们去战，入到迦南地第一座城，就是我们今天读叫做压力多些。阿公，阿这边哪战？迄人嘛是同款，拢两百几个，迄是边哪战？上帝甲教讲，你拢免战，吼、哦！只要恁家己卖差，就会当赢。也是你会记得一句话，免战啦，合一啦，一个家庭吼合一啦，唔通冤家啦。有什麼事的時候，大家平心靜氣，慢慢想。所以上帝說，我教你要怎麼戰，你們頂一道誰會輸，根本連戰都沒戰，因為你們裡面在內亂。上帝說，啊，這要怎麼處理？上帝說，很簡單，點點，大家都點點，都出來走，不能說話，點點，這叫做沉默的力量，安靜的力量。因為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很爱战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战的屁屁叫，叫到话到大小声，说这样比较热闹。上帝说不用，我教你一部新的，你就点点，你都点点，你连一句话你都不要说，
安尼有简单无？啊，足简单嘞，啊，你拢变者，啊，都卖讲话就好啊，卖讲话，讲遮简单。啊，我冤家讲，恁卖去讲啊，敢会当点？无多点嘞，讲好啊啦，卖去念啊啦，敢会当点？啊，我等下妈妈较早念讲，好，你卖去念，啊，即嘛是安那？啊，即嘛连你也看我无顺眼了，我，搁怎搁一百岁搁出来？你搁叫伊点点，好当你就叫人点点。通常你若叫人点点，拢会出搁较大个代志。所以上帝讲，你拢大家点点，你想讲遮简单哦？无简单。一个人满百个埋怨，你要叫伊点点，足困难嘞。一个人满百个委屈，你要叫伊点点，无啥可能。一个人满百个怨恨，你要叫伊点点。不可能，但是上帝甲讲，我不管你啥物，你内底有啥物想法，即马大家拢点点，若无点点，你死路一条。因为历史甲咱讲，亚利哥城是真歹拍的一座城，因为这座城真悬，所以真容易防守，但是真歹进攻。这也是加兰地因上界骄傲。亚利哥人甲亚利哥王就是讲，咱这座城哦，妥当的啦，无问题啦，真有安全感。所以以色列人去甲凶，但这是变哪拍？咱这咱无材料拍，也无武器变哪拍？上帝讲，人生要得胜哦。人若甲你门甲你关起来，唔通硬死甲弄啦，你知无？迄位阿爸冤家就是安尼，我甲你讲啊啦，吼、哦，入去房间，迄入去房间连门关起来。迄外口吼，就开始甲开门啊！啊，开门，开门，你啥物意思？啊，男主人大丈夫出来讲，嗯，你啥物意思？你阿咪啊？你咩咪对？出来，出来，你敢出来？讲出来哦！提扫帚，讲讲讲讲讲啊！你即摆要出来讲无？你要出来讲无？讲过来底，火大门炮，你想要安怎啦？有无？这种八点动连续剧拢演安尼啦，真正。圣经讲，人城门若关起来，你唔免弄。伊会关起来，谁人就关起来，谁人会关起来？惊嘛，惊嘛。因为亚利哥这个城的王，又听到讲，即马来以色列人，听讲，什么红海有分开，听讲埃及迄外勇外勇，为着要甲因追杀，拢总死咧海中。听讲，因伫旷野四十年，拢免家己煮。逐日上帝拢对天顶有赏赐，即落圆圆的物件，唔知啥物物件，唔知啥物碗糕碗粿安尼。哦，迄叫做玛纳，因为咱都唔捌食过，干那捌听过尔，哪会遮厉害？过过约旦河的时阵，脚踏的尔河就分开。所以亚利哥城人听到会惊。今下阵自我保护，今日空空空空，铁门拢总关起来。有时阵咱人生人际关系嘛是拄到这类情形。阿个某唔知起初唔知是安怎咧，明明两个人要出来时阵足恩爱咧吼，迄阵谈恋爱时阵拢足好势咧，吼，那下落尾安尼门拢关起来，哈、啊，你有啥话甲恁阿讲，阿免甲伊讲啦，伊甲伊讲拢无效啦。啊！甲恁某讲两句啊！阮某我有法度，阮某就无输你去讲，迄我无法度。嗯，迄阮某吼，迄连上帝讲伊都唔听，我要甲讲，我才熬哦。我啊，恁囝你无，迄恁囝咧，你讲两声。阮囝，阮囝是我巴肚出来尔，嘿，但耳孔唔是我的，咱来甲讲，伊拢无咧听。有即款的情形无？足济，足济。所以你即摆有体会，你的人生有足济压力过啥无？唔是干那一座城尔哦。有当讲，我看人做事业做甲足成功，无咱嘛甲试看卖，结果门拢关条条。哦，我奇怪，人咧做业务哪会遮好做？迄订单一直来。哦，啊，咱是甲人拍门，拍门，拜托开门啦。哦，拜托赶交关一个啦。哦，拜托咧啦。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嗯，奇怪，啊，人咧做哪会遮简单？咱咧做哪会遮困难？有当啊，事业嘛是你的压力高些。有当时啊。你的亲密关系就敢那亲像这座亚利哥城，足歹攻打，变无路，唔知影要安怎。
那全世界上出名亚利哥城，迄就是新妇甲大家的关系，吼、哦，迄就是最恐怖，吼、哦，大理石的亚利哥城，啊，唔知要变哪来攻破。咱人生咱拢捌拄到这个困难，有时阵你的身体的健康嘛，成做你的亚利哥城。有当时啊，你的经济的状况嘛，成做你的亚利哥城，很奇怪，安奈经济奈拢一直拢遮歹。身体哪会拢一直拢遮歹？啊，哪会拢运气哪会拢遮歹？你会发现讲，人生有足侪足侪遮困难，唔是这座城无好，唔是加兰地无好，是咱家己无在调。你会发现讲，大部分的人看到亚利哥城，我头都做伊走去啊！这就是今麦这个时代，今麦这个时代，大家惊啦，所以唔敢结婚啦，哦。看人结婚啊，结果结婚的后果足凄惨的吼，唔敢结婚啊。所以咱对婚姻，上帝原本予咱人结婚是咱的迦南地、迦南美地，结果咱待内底待甲迷迷毛毛。已经结婚的人，你若甲问，讲啊，我若人生搁对头来，我绝对袂去结婚啊啦。啊，无结婚的人，你甲问伊嘛讲，吼、哦，我才袂，我看遮济，看甲惊着，我嘛袂结婚啊啦。讲到秘书，敢那结婚是上帝足失败设计同款啊！但是真奇怪呢，大家拢唔结婚哦。但是吼、哦，你若看流行歌咧唱，拢唱啥物歌？嘛拢咧唱爱情，真奇怪。啊，大家拢无爱爱情，拢无要娶，无要嫁，啊奇怪，唱歌拢唱爱情。啊，你看电影咧做，拢做啥？拢做爱情。咱真哩就是遮矛盾。明明就是家人地足水，咱是足爱的啦，足幸的啦。但是咱。我们不去面对那个困难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克服那个头前一座亚利哥城挡在那里，那座城下不过，后面加兰美地我们带不掉了，就是这样，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困境。所以圣经在写什么？圣经不是写犹太人的故事，圣经是在写说你跟我世间人，我们活在世间，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困境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来突破。你讲饲囝好无？饲囝足好诶，真正足好诶啊！但是饲囝过程中间艰苦，哦，所以即摆即个少年囡仔讲，无要娶，无要嫁，无要生，惊着，嗯，唔敢，无爱。但是你拒绝了后，你就转去埃及，你继续过你诶埃及艰苦诶日子啊！即摆少年啊，无要娶，无要嫁嘛，无要生嘛，吼。昨个报纸讲，台湾吼，台湾即马唔是未来，即马吼，你若看迄公务啊，看大楼吼，你算一二三四五，你算五间，内底多一间，内底带一个尔，孤单独居，哦，家己一个咧住。较早人讲老人啦，孤单老人啦，哦，你若细汉时阵，甲老生同款，看布袋戏，就咧孤单老人出来，佫会唱歌呢。孤单老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吐一个乖啊，啊，温故哦，孤单老人安尼，你看迄几十年前，都已经有知影有这种角色了，都知影讲有其实咱的社会行到这个地步，拢全是寡孤单的老人啊，哈，将来台湾的社会都是拢种孤单的老人，因为即马都孤单的青年人，啊，无要娶嘛，无要嫁嘛，家己大嘛，哦，家己一个大嘛。啊、所以这个自少年啊孤单，吃到老嘞，一定孤单嘛，注定孤单嘛。你要跟谁住？无翁无某无囝嘛。啊，谁那伊在嘛？那唔结婚唔生囝，因为伊惊嘛。伊看到亚利哥城，哎呦，好困难哦。你看人结婚，哎呦离婚了，哎呦小三，哎呦好可怕哦。我看我卖结交啊，害怕，人生惊，我头就做一走。但是今日这段圣经跟咱讲，你要走倒去？我较早看报题讲，你走哪里去？你要走倒去？现在一些人入到迦南地，一座城翻了头前，上帝讲拢免走了，爱面对。现在遐这人生活的世间，何里拢袂走向前？人生所有的痛苦，拢是你无法度逃避的痛苦。你若逃避了后，你只是回头，佮回去你以前的所在安尼尔，还是越佫较惨。所以我想教会一个责任，
咱教会啊，让人看到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恁教会内底人，那还拢婚姻那里这么好？你唔通甲讲上帝祝福哦，你也甲讲，除了上帝祝福以外，哦、我那是真骨力，有咧维持婚姻呢。婚姻来保养无？当然来保养啊！你赛车都爱保养啊！大家咧大人，你免保养，爱保养啊！啊，免保养，我今日到来讲牧师牛做先生。哦，你有看？你若看周伯了讲啊？讲今日去大家爱餐，哎，爱餐讲今日因为阮牧师牛要生家，所以今日爱餐讲哦，伊讲诶，讲、欸、我要请啦，哦，啊，我嘛是国不离三种白条啊，无变安怎？啊、你要保养啊，对不？无准你敲电话来讲，讲哎，啊，明仔载爱餐啊，我想我生日啦吼，啊无，咱来出钱好不？我干嘛来讲无好？我袂当讲无好啊，你要保养啊，对不？你来讲好是300块尔，你来讲无好，迄唔知偌济，迄要开偌济，咱都唔知啊。讲笑啦吼，就是咧讲婚姻是不是爱保养，一定爱保养。你甲你囡仔关系爱保养无？爱保养啊，那当变保养。哦，囡仔生生拢变高，家己养大无唔对，但是关系拢拍歹去啊，爱保养啊。人生有足侪挑战，哦，家人得真好，但是有一个压力高声挡在遐，你都要勇敢，你有法度甲突破。哦，所以咱来要未结婚的青年人，你也甲上帝祈祷讲，除非上帝你本来就安排我无结婚。我唔通因为看足侪人婚姻失败，我无要结婚，迄安尼是唔对的。除非你生未出来，哦，上帝无予你囝，因为囡仔是上帝赏赐的产业。也若无，你唔通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哦，我看安尼同学哦，饲囝饲甲，迄原本甲我拢平水，即嘛饲一个囝啊，变甲足臭老的，哦，我惊着，啊，我不爱。咱信主的人，咱袂当安尼。你袂当，因为你惊，你逃避你的责任，这袂当。以色列人40年前都是惊去旷野坐40年，40年后爱倒转来无？嘛是爱倒转来，你要走倒去？好当你搁走，你要走倒去？你走袂去啦！迄是看40年前啊，40年后是安尼尔啦，迄拢早晚的代志啦。人生有足侪你早晚拄到的代志，你爱面对嘛？有时阵你会老无？会嘛，对不？有一座城在等你嘛，哦，那个压力高城，那个城门给你打击，叫做老嘛。你要走倒去，你怕就要老呢啊，嘛是会老啊，拢会老啊。城门打击是死，哦，我足惊死，惊死就变死呢啊。那惊死变死，世界人无人会死，但个嘛惊死，惊死你嘛是都死，你要惊你走倒去，你要面对。你要面对死亡，你要面对分开。哦，有的妈妈哦，头一胎哦，我听讲生囝哦，足疼的咧，惊敢袂当免生，敢嘛甲拄倒转去甲退回，讲上帝，我害你啦。惊嘛是，那我做咱台语有一句话足有道理啊，讲错咧等啊，你走袂去，你就等啊，啊等的时阵足错，错咧等嘛是就等，无你变安怎？人生就是要面对。你看人讲啊，我囡仔安尼青少年，听说青少年很难搞，你嘛是出来等，你嘛是要面对啊，我无你变安怎？哦，你敢变退休？早晚有一日你嘛是要退休啊，你要面对无？你要面对嘛？你要去想嘛？迄就是咱人生足侪压力的构成，迄毋是干那压力构成尔。你若看圣经，亚利哥城拍了，敢着休困啊？第二座就过来啊！迄迦南地足侪城，拢总爱去战。人生进到迦南地，迄是有足侪困难爱突破。唔是讲去啊，那光脚当遐济吼，啊，敲迦南吹手泡茶开讲安尼？唔是啦，你想太多了啦。人生唔是安尼啦。哦，你食甲变糟啊吼！有功课爱学无？有啊。人生永远拢有足侪足侪功课，咱爱来学习，咱爱来面对。所以上帝甲犹太人讲：你面对这代志的时候，我教你一步，安静，安静。通常咱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，两个反应嘛。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走嘛。啊，
压力高些啊，乖嘛，那用这两个方法嘛，那无就外头做一灶嘛，无就门关起来吼，鸵鸟心态嘛，迄头甲待咧土底啊，无看到动作无代志安尼嘛，人生用这两种方法，上帝讲这拢唔对啦，这边哪有好？啊，要安怎？啊，我都无法度啊，超过我的能力啊！上帝讲，我紧，你安静，安静。亲爱兄弟，人生吼，自然细汉开始吼，咱其实 forever 拢是咧面对超过咱能力的代志。你细汉的时阵，家己生了红影，你干嘛都家己换叫主啊？你无法度，吼、哦！你会吃会放，剩下都超过你的能力。你讲家己洗身躯，你不一样；你讲家己煮菜，你不一样。咱自然 baby 的时，你来到世间，一切的问题，你即摆认真想，所有的问题 always 拢超过你的能力，拢是超过你的能力。你要去好好读书，有超过你的能力无？当然嘛，超过你的能力啊！啊，无就你教老师，他就老师教你。迄就是你袂晓嘛，啊袂晓，老师伫讲讲一摆，讲两摆，讲三摆，嘿，我哪会袂晓？老师袂晓，等下佫读，等下佫他妈咧背，到要死，考试时阵，哪会佫转袂记啊？都超过你的能力嘛，哦，去上班，有超过你的能力无？一定有嘛。等下你若做到你的能力到，公司就甲你讲，好，你也当做主管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你做主管，你佫有你一个挑战嘛，超过你的能力嘛？永远超过你的能力嘛，所以什么时候退休，就是没有能力了嘛，用不到你了嘛，没人跟你啊，谢谢，阿里嘎多，多谢，变哪变你啊，别人比你较好，你有别人做就好了嘛。人咱人的一生 ，forever always， 咱拢是在面对超过咱能力的代志啊。你当作结婚是你能力之内的吗 ？No， 你甲一个。将来要生活做伙人，将来要生活是世人，有超过能力无？完全超过，有超过你忍耐限度无？绝对超过，有超过你想象的迄个可怕无？绝对拢超过。你生一个囝，饲一个囝，你有想到后来有足侪有诶无诶代志要处理哦？你嘛无想到啊？饲一个囝嘛是超过你的能力啊！咱人生。本来就是靠上帝的恩典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圣经跟我们说，活在世间，那都是上帝恩典在后面，给我们化掉的，在给我们扶持啦。就我们出世，我们就是都在面对超过我们能力的事情。今天这段圣经跟我们教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德性的原则，叫做安静，叫做点点。你如果做老师的，你就知道你甲学生仔讲安静哦，老师去开会，等下等下，恁安静，大家拢莫讲话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哦，等下尔教室就敢那菜市啊同款，哦，啊老师就讲，啊唔是叫你安静，啊、哦，就有人举手啊，老师，我足安静诶，拢伊咧讲话，哦，啊边啊是讲，老师，我有看到，因两个拢有咧讲话，哦，敢那规班大家拢有咧讲话，敢那最后一个举手。老师，我自头到尾我拢无讲话，啊！你即摆毋是咧讲话？你要叫一个人点点，这是世间最困难的代志。但是咱来学习，人生当你上痛苦的时阵，你最无助的时阵，你上烦恼的时阵，你上生气的时阵，哦，你无答案的时阵，你上委屈的时阵，任何人生大概你无法度的时阵，出路在倒位？安静。安静，安静是咱即马即个时代失落的一个艺术啊！即马囡仔要叫伊安静哦，无可能啦，哪有可能？你若讲哎，哪会遮安静？你就当想讲，伊即马咧创啥？哪会遮安静？伊咧创啥？哎，伊即马伫遐咧上网啦、耍 game 啦，迄就足安静个呀。但是迄敢叫做安静？迄个是。过动，还是无法度安静。啊，我想咱教会可能连讲咱个出来一个吼，咱办一个灵修会吼，咱出去外口办一个灵修会吼，
啊叫大家手机拢袂当揸起，啊手表拢袂当揸起，啊都不要上网，三天，哦，我想都有人应该会忧郁症会发作啊。咱即卖人无法度安静，上帝讲这是一个足大的困难。所以犹太人，哦，即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 ，Lesson One， 后壁还阁足济咧，要战咧，还阁战到规摊咧。上帝讲 Lesson One， 人生对安静开始。所以上帝讲，拢卖讲话，拢来去说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哦，拢免举手，点点去说。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挑战，其实都不说话，头一日好阿伯，像你说明天再去洗，哦，现在孩子如果洗到第三天应该跟你变面了，还绕啊，烦不烦啊，烦死了，我要绕你自己绕，我不绕了。以色列人洗几天？七天，不然七天，第七天又洗七次，这真的洗到要抓狂。安静，我当然是要令人窒息，但是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。为什么要安静你知道吗？因为人生最大的困难你都不能问别人。为什么我们不要安静？我们就是要找别人讨答案嘛，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，跟别人要答案，啊，还没完结就是这样，你说啊你说啊你说啊啊！一直讲你说啊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都说不清楚，别说，怎么说？说如果有用的话，耶稣不用上十字架了。就是咱，所以上帝讲，你来学习。人生有足侪代志，最后的答案，别人无法度给你啦。你唔免问啊，免问你人，免恁某恁囝，你拢免问，什么问老师、问头家，你拢免问啊。人生有很多事情，你也自己要自己面对你自己。所以犹太人在那里洗的时候，都不能跟旁边的人说话，都不用讨论，因为对现在开始是你自己为你的人生负责任，不是摩西替你负责任。不能出一个人摩西你看啦，哦，跟孩子一样，就说好啊，那几岁啊，哦，点点你自己想，你早晚你就想有洗一日想无，搁洗两日，两日想无，你洗一个月，洗三个月，洗四个月，洗到尾啊，绝对让你洗有诶啦。上帝时间啊到，上帝讲好啊，即卖当出声，一个话出来了后，就得胜啊。人生有足侪忍耐诶时间，人生有当啊，三工、四工、五工、一礼拜，你没有答案，没有答案，这是一个考验。犹太人每天在那里洗，我们说白话说那念头你知道，我想他们在洗的时候，这个压力高什么人起初说 这是哪一招啊，这哪一招啊， 这什么步啊，但是到一日两日三日，啊，可能他们就开始不怕说啊没步啦，可能有人在旁边在那声音又给他们笑，反正有人接笑头，我们不知道。犹太人就是都点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点点点点点点啊，点点不是放弃哦，点点不是心内在那滚哦，不是哦，点点就是说你所有这个情绪有一个过程。上帝说你要洗七天，因为洗三四天哦，那时候在心情当礼拜的时候，你要躲过那个最艰难的时期。七在圣经里面什么数字？完全。所以不能叫你说真正洗七天哦，这个七的背后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洗到时机成熟。人生有当你就是要等，做事业你也是要等。上帝可不可以第一日声问好多可以啊，很简单啊。上帝说不行，因为你时间还没到，时机未到你又等。上帝让你一个时间好起来吗？可以，上帝说不，时机还没到。你破病，上帝当马上给你好无？会使，上帝讲时机还未到，我让你体会，体会这个流鼻水啦、发烧啦、规身躯酸痛啦，体会一下。是伫咱教会即摆有兄弟，还佮你体会接受化疗，这是人生实在是真痛苦的过程。这个好亲像以色列人，当外口咧
得洗，但咪遐得洗。人生有时阵，你嘛唔知影讲 why， 有当时啊有一个空白的时期，我当时你也干嘛讲失去方向感，失去意义，没有着力点，唔知影家己咧创啥。有的老母嘛是安尼，饲囝，饲甲家己唔知影想哪要饲囝。有的做老母做甲家己无价值啦，失去人生的方向啊，迄都是洗甲拢戆去啊。啊，嫁人嫁到尾后，想讲，我阵哪来要嫁伊？奇怪，可能迄阵目睭有喇叭糊着款，啊，无哪会去嫁伊？哦，有的时候你找不到答案，有当时啊，人生实在是安尼。哦，但是上帝时间啊到的时阵，你也了解。哦，总是你爱安静，你也会样去想。所以人生活的世间，你爱足侪时间去想，上帝他都创造我。我乃嫁这个娶这个，我乃无去世间遮济人，我乃无娶别人嫁别人。啊，我乃生这款的囡仔，上帝有嘅计划无？拢有，唔当否认你嘅价值，唔当否认你嘅囡仔价值，不要否认。上帝给咱的态度唔是安尼，上帝给咱的态度唔是怀疑，是信靠，是顺服，是相信。相信上帝带领，无差错。相信你无了解的答案拢伫上帝遐，所以你要相信。所以上帝有只犹太人伫遐咧说，逐日伫遐咧说时阵，让因的心安静落来。所以今日甲大家来分享讲，咱人生有当时啊，爱学习安静，唔通无用噶啊，无照顾家己的身体，无用噶无好啊食一顿饭，啊无用噶。无好啊！甲囡仔斗阵，啊，无用甲人讲，今仔日吼，你看迄落日吼，黄昏的时阵，一头落山足水的呢。侬我乃看无迄个水，因为无迄个心情，无用甲无迄个心情欣赏这个世间的水，无用甲人讲，今仔日菜足好食的吼，无用甲咱食物件无味，啊，无用甲佚佗的时嘛，感觉讲无意思，唔通甲家己的人生。活到这种的程度，你若有安静，你就会用感恩；安静，你就有智慧。想无吼，慢慢啊想，你就想有啊。啊，即马无多突破吼，藏咧有灵。哦，上帝时间到，自然都代志都解决。人生是足困难的一个功课，尤其上困难的是安静。什么代志拢无多做的时阵。相信上帝的锻炼。好，来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我今日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来学习。有一款代志，我会当做，但是其实有足侪代志，真正无法度。尤其那兄弟即时，我若面对人际关系，有当啊对方门关真条，我安尼你甲弄门拍门，伊也拢唔开。我来当安静，我都祈祷，上帝的时间到，门就开，唔通灰心，爱祈祷，爱有盼望。面对家己的身体健康，面对家己的老，面对有一天的退休，面对有一天爱离开世间，面对人生所有这个足恐怖的代志，有压力的代志的时阵，我拢安静，点点，家己一个人。无需要跟人讨论，家己一个伫遐咧行，我需要有这种的时间，因为足侪代志，别人无法度给阮答案，都家己想甲想有为止，想甲想通为止，想甲愿意来放落，心中的万分，心中的不满、委屈，咱拢放落伫上帝面前，好，阮这款的安静，都带来。对上帝遐来的德性，求圣神驾驶所有兄弟，甚至包括教会的事工，我嘛是要安静，看上帝安怎带领，看上帝安怎开路，唔是照人的意思，唔是照牧师的意思，唔是照某一个人的意思，是要大家做伙安静，和上帝显明上帝的旨意。求上帝保守我的心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
阿门。